咁其實網媒間咧就想成立一個類似咋 ，OK， 類似一個組織，你可以即係聯想類似，即係又未去到工會協會。咁目的咧，呢個會都係話有咩事，希望可以照顧到網媒本身嘅。咁咧嗱，呢度我得到召集人嘅批准咧，都可以講噶啦。咁啊，召集人咧就係白影同埋阿林康靜 ，OK。咁其實就開咗兩次會。林康靜屬唔屬於啤梨嗰邊？啤梨頻道，啤梨嗰邊冇錯啦。咁就開咗兩次會。咁其實我就去過一次嘅。OK。咁當然就發覺哇，原來呢啲啊要講啦，交曬俾你啊。OK， 係啦。咁因為我都要得到佢哋嘅批准啦。嗱，咁我就亦都唔係講到好多啦，我都只係講少少分享啦。咁第一就好多網媒啦，咁然後咧，其實整個會都係傾就話究竟我哋要希望做到啲乜嘢？都係嗰句啦，而家警察咁樣打壓網媒，係嘛？即係佢話你係就係、是。话你唔系又唔系，佢话你唔系咧，就话你冇资格做嘢，就俾个599G你啦，系嘛？咁我即系网媒本身有啲咩可以做到咧？咁样咁就新鮮滾熱辣咧。嗱，而家佢哋即系仲系筹备阶段嘅，但新鮮滾熱辣咧就出到呢一个咁样嘅声明啦。所以其实都我就会读噶呢、這个声明，一定要读，我一定会读呢、這个，我唔读杨建兴嗰、那个。系系啦，咁咧其实两次开会咧系超过四五十个网媒啊，咁都系其实都几难得嘅一件事嚟嘅。你系用？Red 先嘅身份，因為用傑斯頻道睇你都係噶啦，你條契弟啊。OK， 咁你過埋我啊嘛。但林康靜都好嘢噶，嗱林康靜咪就係其中一個，就係、是、其中一個咧，就係亦都係深入苦穴嘅。哇！佢做經常都係你，如果你落去抗爭嘅現場咧，就經常都見到呢條大隻佬嘅。係咁咧就自己一個，佢做得好詳細。咁所以即係、就是、我想講嘅就係今日喂點都好啊，就你。用呢一單新聞，起碼等大家認識一下呢啲。平時你落去可能抗爭，冇錯，你根本都唔知佢知唔知頭唔知路。但係，喂，大佬，佢俾咗好多知情權俾我哋㗎，冇錯。你啊，即係今日已經其實大家都唔覺地睇咗好多網上嘅直播，每一個禮拜六日，譬如我就有時我都會睇下希希直播嘅，係冇錯嚇、啊，即係呢啲咁樣，你可能都仲未知咩嚟㗎希希直播，或者仲有一個我係成嗱，仲有一啲啊，我睇咗都唔知係咩嘅，但係好慣嘅，即係譬如有條友咧就成日好似講馬咁樣嘅，仲好多粗口啦，好啱我嘅。高登系啊，系系系，即系呢啲好精彩嘅，系系啊。咁但当然啦，咁佢即系你又佢讲粗口，唔系喂咁，但系萝卜蔬菜各有所爱啫嘛，任得你拣。咁但系就好多个角度啊嘛。咁呢个大佬啊，呢、這个系咪言论自由啊？呢、這个系咪知情权啊？呢、這个系咪大佬？呢、這个系咪采访嘅自由啊？乜、今日对大佬倒退到去一样嘢？你认受你话系记者就系记者？喂，大佬啊，对唔住啊，调翻转先讲。我哋都唔覺得你係警察啦，今日冇錯，你係黑警嚟噶嘛？係啊，咁啊喂，大佬，咁淨係講緊 define 你個身份啊，都有困難啦、啊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你點？你有咩資格去話呢班記者唔係記者？話呢班係啦，話呢班唔係記者咧，甚至話細路仔咧，嚇、你首先出嚟話俾你聽，已經話好清楚嗱，有邊幾間會危險咧？吓、啊、嗱，希希直播会危险啦，佢系打嗰啲嘅咋 ，PSHK 会危险。如果你问我，蛋蛋会危险，吓、啊、你未听过啊呢啲，仲有啤梨都危险啦，系一定啦，佢就打某几间啫嘛，吓、啊、咁先打某几间咯。嗱、啊，寻晚已经有现象要留意噶啦，寻晚燕林一周年，系咁我哋寻日都唔记得咗讲，对唔住燕林 ，OK， 我仍然好挂住你嘅，咁但系。讲返昨晚嗰、那个即係喺将军澳其实就嗱佢开始嚟㗎啦。佢就先嗱大部分呢我据我了解呢佢就冇昨晚就冇乜滥用599嘅。咁今日呢今日呢其实佢又有啲说话呢又带返出嚟俾我哋喎。咁、呢就讲下啦佢叫我喺节目佢一定要讲嘅。咁佢就话佢话佢好关注第一样嘢佢好关注 D100 同事会唔会因为佢而自我审查喎叫大家唔使驚。唔使驚啦我会入去答返佢㗎啦探佢嘅时候。係呀呢度点会有自我审查
係啊，咁啊呢度咧就淨係就淨係啊。只是有王小姐打给大班的，不用怕啊，王小姐这里没有自我审查的。正如大班说呢，就我们、啊、即我们呢有不同的声音在这里，这里是很 free 的。就但是就大班中大班他喜欢播他的 jingle 播多一点，就由他播咯，有什么所谓啊。我们这不是叫自我审查，这不是自我审查，我们要自我监督，就是要讲真话，讲公义出来。是的，讲真话，讲自己相信的嘢，咁亦都好，我哋亦都好好幸福有阿王小姐呢啲咁嘅听众，吓、嗯啊，即系咧就系、是、你唔认同嘅就讲出嚟咯，系，我哋又唔会唔俾你讲，咁呢个咧就系 D100 嘅可贵，所以要讲真话，因为啲网友就话今日迟嗰啲系因为我迟到，唔好意思，哦、okay, 今日唔关 D100 事，系啦，咁就大、啊、快啲都唔使惊嘅，吓、啊，即系可能坐即系坐喺入边咧谂多咗嘢，而家你同快啲通讯咧，好似 Interstellar 咁样 ，Interstellar 即系你唔知几时先去咁样喎，唔知几时翻嚟。Christopher Nolan 啊，用摩斯啊，系啊，啱啊，你真系讲得啱啊 ，Interstellar 系啊，冇错啊。咁仲有咧，就佢就话提大家啦，提每一位仁兄啦，就包括我在内，咁啊抗争嘅成本好大，但系大家咧就切勿咧就系畏惧。咁咧就仲有咧就佢好关注咧就系打压记者嘅呢件事。佢有睇《苹果日报》啦，佢同大家讲咧，佢有睇《苹果日报》啦，订到嘅荔枝角系得嘅。OK， 系啦，咁啊订到，佢终于都订到自己嘅报纸啦。咁啊早一段时间咧就日日就要分啲报纸睇，同埋佢好闷啊。咁啊即系佢最大嘅敌人就系闷啦，因为咧就玩佢啦，佢继续仍然都好似系单独仓嚟嘅，咁系几辛苦嘅。咁啊好彩就有《苹果日报》啦。咁佢就话知道有打压记者一事，咁佢话叫大家就继续关注啦。咁啊佢我知道，我哋一阵就都会讲呢单嘢嘅，其实唔系因为佢，咁但系咧我都谂起快必会讲啲咩咁嗱，但快必咧就传咗几句话，佢话呼吁咧就系嗰啲被阴点咗嘅记者，即系喺个 list 入边啊，政府新闻处嗰、那个205个系啦，就亦要继续维护个知情权，将收集到嘅资料咧就尽量同其他被打压嘅媒体分享。呢个就系快必咧就成日谂呢啲噶，咁佢仲有就系话今日人人有手机。人人都是記者啦，港員啦，冇錯，係啊，呢、這個就係快必嘅 share。咁我好即我尋晚都諗起嘅，即係要講呢個話題嘅時候，我都諗起快必會仲會講啲咩？其實我同快必都會嘅，以前我哋都喺呢個節目講過嘅，就係話我哋啊成日都笑 Q 啊楊建興噶嘛，咁啊楊建興今朝早又打電話嚟《風波裏的茶杯》啦，咁來來去，今日有少少進步咗，今日佢話佢準備會司法覆核，因為通常都係淨係得個聯署聲明嘅啫。呢、这個網台記者會嗰個組織有冇用先、？OK， 即係開頭嗱，而家你籌備嘅情況同埋開頭你係諗住點解要去搞呢樣嘢咧？而家籌備到咩情況咧？同埋嗱，開頭咧其實呢單嘢都係一啲行家咁啊、即係都係由上年11月理大開始啦。咁我哋入完籌架咁啊，有幾個不如唔得喎，真要搞翻，我哋要團結一齊。咁你知道你實搞啦，因為上年11月唔好話11月再之前，你知道啲事件惡化，你再出嚟咧，唔掂啦，好啦，去到幾時咧？喺5月，大家記唔記得有一次喺山東街嗰邊，係、連嗰啲大台記者，包括你明報啊、蘋果啊、香港電台，要你全部即係踎喺度啊，趴埋牆啊，因為嗰次就好離譜，因為於是有啲人就過嚟，喂，康正，不如我哋依家搞下即係一啲類似咁嘅嘅組織啦、因為即係講真。好多你又未必符合資格入記協，咁你要做嗰啲即係主流傳媒，咁啊佢唔承認你就唔承認你噶啦、新聞處報刊處，尤其是你新聞處咧，我哋 check 翻啲資料咧，最近咧啲網媒佢嚟講係得一兩間佢批你入嘅啫，其餘有都申請咗好耐啊，或者有啲本身係新聞處名單有嘅。在呢幾個月都冇咗，佢話哦冇喎，依家個名字你唔見咗咯。但係新聞處呢樣嘢嗱，即係我嘅理解啊。理論即係除咗而家有個政治嘅操作啦、理論上就基本上係任何機構，我覺得都應該得嘅，因為係開放啊嘛，政府新聞處嚟噶嘛。嗱，佢最大嘅作用就只不過唔係承認你啊，佢冇呢個能力嘅、就係佢將佢政府嘅消息
即係你申請咗，佢就俾你咁解啫嘛。佢冇能力冇權力，只不過政府發放消息，譬如我通知你聽日三點鐘，政府有個衞生署佢記招就係咁啦。就係咁樣咯，係啦。咁其實某程度喺以前嘅成立咧，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個架機構啊，喺港英時代係一個咩架構咧？就只不過即係叫簡單啲講係政府同埋傳媒嘅 coordinator 聯絡處咁解嘅咋。其實佢冇權力㗎，冇啊！咁但係你冇咁嘅法例俾你咁做啦。嗱，即使係咁樣底下，都會發覺有啲人係申請入呢個新聞處。譬如我嗱，譬如咁講，我真係整張紙媒，我真係日日賣都好。我去照計理論上咧，佢就應該我一申請，佢就會俾我，因為我需要啲咁嘅政府資訊㗎嘛，方便我哋啲同事做嘢㗎嘛。係啊，即係近其實上年開始都發覺，喂，妖點解你咁撚慢嘅？咁耐都唔批嘅。又或者甚至乎以前批咗，而家都冇咗個名。係。OK， 好，繼續。咁啊，好多呢啲咁啊，不如即係試下我話嗱，基本嘅條件一樣嘢先。你知即係其實唔同台、唔同記者啊，譬如有支咪，咁啊個個都係有自己性格嘅。係。我最緊要聯絡曬所有。嗯。即係盡量唔好即係一個不淨。咁啊，即係盡量去做啦嚇。咁啊，於是我都即係大家夾手夾腳去揾人啊、問人啊。你唔問下唔知咧。嗱，你唔計嗰啲本身好似話屬於立場啊、讀媒啊，本身佢新聞處退休嗰啲啦。喺新聞處出邊冇嗰啲網媒啊。我計計埋埋都最少七十幾個。咁啊都好，最尾都有六十幾個咧，係會即係大家肯一齊做咧。咁啊有一啲咧就咪唔肯做，有一啲咧。就已經唔敢再出嚟，尤其是一啲媒體入邊多學生記者，因為已經係嚇到驚咗啊！由你七二一咁樣599G啊，跟住八三一啊咁樣搞啊，跟住有啲其實有你嘅記協證都會俾人拉啊，俾人打啊，咁啊話你非法集結啊，有好多呢啲咁佢咁嘅嘢，咁啊所以去到最尾依家咁啊，尋日，咁啊我覺得尋日一做完呢個最正分析，就已經好多啲老友記 send 呢一單嘢佢俾我，仲未出新聞啊，係 send 個稿周嚟佢俾我。跟住大家就即刻好啦，喺度傾啊，傾好多揼啊揼啊，咁啊揼份即係聯署佢聲明佢出嚟啊。去到依家以我所知啦，都有五十幾六十間媒體啊，都已經係簽咗噶啦。咁啊，即係你話阿 Kelvin 阿馮總喺晏晝三點鐘維權話我同白影係發起人，咁其實個 idea 就唔係嚟自我嘅。咁啊，只不過咁啊，佢哋即係你都知，其實唔同媒體之間咧。即係好似我哋網台啊，咁有時大家分裂啊，佢出嚟，不如咁啦，揾白影咁熟嘅一個名，都係啲老友記嚟嘅，係咪以前熱狗出嚟噶？係，咁啊後屘就自己組個 TM 對 HK 啦，我識佢應該，同聲咁啊都係啲老友記，咁啊不如揾兩個咁即係比較又唔敢話人受性高啲，即係又唔敢話即係總之係接受程度好啲咗啦嚇，即係咁啊。就嚟做呢個咁嘅即係召集人，其實 idea 都嚟自好多行家嘅，咁啊所以咁快就可以集合到。咁對住呢一單嘢咧，首先即係你問我咁啊，盡有原因嘅。咁有啲係本身對譬如記協啊咁啊嗰啲即係，唉，與其靠人哋，不如試下命運可唔可以掌握喺即係自己手中。咁當然啦，不嬲都係啦，係啊。唔係啊，而家呢個問題係，就算你將個命運交俾佢，佢都俾人搞撚掂啊！係啊，係啊，即係而家嘅情況。佢搞埋你添啊！就算你想避啊，之前有啲話，我哋即係申請啲記協證就佢冇事。嗰時我都同佢部分講，下一步咧就搞埋呢樣，搞曬我哋冇曬啲網媒，就搞你嗰啲咩立場啊、蘋果點解？首先佢除咗係驚你太多鏡頭之外咧，即係會影到佢啲真相啦。因為嗰啲片有好多時候入到去法庭。是可以證明到那些被捕者是無罪，不得止還可以反證你的黑警是濫捕，還有反映他隨時的口供是不誠實的，假口供來的，已經有了，其實所以為什麼他會，這個是我自己想的推測，會有這麼急切就最近的法庭的案件對他不利，有些判決很多都說你法庭上說謊，但不會追究他藐視法庭的，不會追究他給假口供的，他就是這些片越少越好，譬如你優品拍到西灣河開槍，你十九傳媒就拍到這個大肚波推跌，我們就拍到當日印尼女記者隻眼就被射盲，即這些片他就不想這麼多出現咯。OK， 好，